在一个安静、舒适的空间，你可以坐在凳或者地下上面，准备好的时候就可以慢慢合埋眼睛，觉察一下身体和物件接触的感觉，和凳或者和地下接触的感觉，和衣物接触的感觉。觉察一下这一刻头部、双手、双脚的感觉，深深地吸一口气，然后慢慢呼翻出来，重复几次。现在可以翻返去平时的呼吸，感觉一下空气进出身体，吸气时数一，呼气数二，吸气数三，呼气数四。用自己的步伐继续数，每次只数到十。如果注意力去了第二个地方，只需要温柔地将它摆回到呼吸上面，再由一数起。跟住落嚟，当你听到钟声嘅时候，就可以慢慢打开眼睛。今次嘅图样会以泥土为主题。健康的泥土入面有不同的成分，有肥料、湿土、干土，有时候亦会有树叶或者枯枝。邀请大家拿回上次未完成的紙磚，在剩下的两个空间
揀選其中一個。我們可以在任何一個地方開始畫上幾何圖形，小圓圈、長方形，大小可以由自己決定。重複地畫上圖形，並排在大家身邊，將空間填滿。可以轉動紙磚，用不同的角度欣賞。不需要理会出来的效果是怎样，只需要留意当下的一分一秒。圖形布滿空間之後，可以輕輕掃上鉛筆，為泥土增加層次。反轉紙磚，在背面你喜歡的一個角落，寫下這一刻的感受。